你的愿望就是你的境遇。卷轴写得真好，不要留下我。完工了，这卷轴写得真好。你的愿望就是你的境遇。不要留下我。要相信圣光。谁要来跟我一决高下？啊！
长椅。再靠近一点，相信我。商品最划算，这是个错误，我会粉碎你不切实际的妄想。这应该放到博物馆。我的商品最划算。跟同学分享你的想法，马上动作。我有一天会跟你，我有一天会跟你呀。
卷轴写得真好。